又有水了，两条溪流交汇，浑浊处。啊，大家好啊，现在在草湖溪这边调查一下最近溪流的状况。鱼数量非常少，马口鱼。有点瘦。那个感染黄金虫，那个感染黄金虫。很严重。马口没有感染。Hello， 刚刚调查了一下这个溪流状况，鱼群还没有完全回来，再往别的地方去看看吧。Hello， 这边是第二个要探勘的位置，待会下来看看。哇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鱼。这河床都是新形成的。这边试试看好了，这边应该会有鱼的。马口鱼是最基本的成员啊，还蛮健康的。加油吧，我再长大吧。
马口鱼。哇，你看到这么大的，哇，很健康哦，台湾的原生马口。哇，这飞机大！都有追星的。好好活吧，加油！鸡哥，
像王金凤不一样。OK， 处理完毕。非常明显啊，日本龙猫，漂亮。西，那个马口鱼居多。